寒暑假譬如说要去法国，跟个朋友喝酒回来，兄弟说花这么多钱去法国干嘛？越南就好啦，小法国。太多了吧？他跟我说房子都弄好了，宝宝的房间他又这样子，更可怕是他人真的住在里面。11点热炒店，本节目由玛丽莲塑身衣冠名播出。